我喝一口。我是那个泰格老婆面，所以让他喝一半。哎呀，你们千万别这样啊！我真的感谢我们家马经理照顾我一半，下次大伙可能是三分之一，感谢了半天，四分之一、五分之一、六分之一，对不对？不讲究说话，不，从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，我跟你说，这里面除了我之外，所有人都要怒了。求你了哈，小胡，你干啥呢？小胡，你也不跟你那个老高同志喝一杯？你告诉我，徐总告，你做那个小胡啊，下一杯我跟老高喝，你看倒吧哈。行，你悲伤是悲伤，但是该喝得喝，先倒点，喝，真的买就完了。有脸吗？你是单身？老高来，单身。这些这么些我就干了哈。